回来了，加快了，过来帮我参详一下。哇，你寒假去工地打工啊？牢记工程书啊，我们家过年一定要吃的，要掌握好深度、高度还有火候。你看，哇，大破绽来哦，竟然这么努力的，那你的颠颠的嘛，我算什么？你看他，哇，你搞没有？搞饭了？极限了，谁求婚用这 BGM？这是山东拜年磕头进行曲。我拜年要磕头啊？那必须了。听说外男以上哈有网高啊，过年就是提现时，提现，磕到头起高楼，那就有多少啊？几万吧。爸爸，带我一个啦，我见不得了。王路长，你那5块红包练这个干嘛？跟我练这个。哎呀，可惜。哎，什么意思啊？过年把长辈举高高啊，这扛炮。拜年必备的。哇，你是送过年祝福还是展干货啊？我们啦，只要有人来了就猛放炮，讲究一个面子。想要面子当然送这个啦，趁机送来带弹幕蓝冠曲奇，送来台面过人，还是丹麦生产原装进口哦。啥呀？广东仔过年必备年货哦。嗯，香喷喷的黄油奶香。哦，饼干又松又脆，好吃到呢。想氹人欢喜，送蓝冠曲奇，唔单止好食，仲好彩添啊！你们看，寓意如意符、吉祥符、平安符、团圆符，还有幸运符啊！有这好东西不早说你！这周末你要就去正佳广场啦，不仅有很多新春好彩头，还能现场购买。这个呢，我要留着来练习的。练的啥呀？哎，兄弟们，练给他看！哎呀，新年好啊！小小心意啊！哎、不用啦，哎，要给要给。人来了就行了。哦、哎，不、哎，哎呀，这么客气，哎，这可太熟了我。跟我练练哦。那小小生意不用了，真不用，不，我家里有的，不用给我，不用，不要。喂，阿妈，隔篱屋系山东哦，千祈唔好送礼过去。